可胃口吗？够不够辣？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辣。嗯。你的语音里面好像是叫张恒，是吗？对，张恒。那我先做这个自我介绍吧。嗯，我叫张恒，很开心认识大家。欢迎。我叫刘明凯，凯凯。嗯，孝良，陈孝良，孝顺的孝，善良的良。啊、哦，孝良。我叫李俊良，可以叫我家村，然后东北人。哦、OK。嗯，我叫郭希玉，你叫我 CEO 就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草字头一个加贝贝。哦，Hello。花花。花花。七七。七七。对。零零。哦。数字零一二三的零。哦，零零。玉米，金字旁一个玉米的玉，然后是晶莹剔透的玉。好。记，都得慢慢记啊。对，慢慢记，慢慢来，没事。嗯。对。你觉得他们几岁？来了，一下上来就是送命题。你这是上来让我得罪人啊？挑事儿。都零零后，都零零后。不行，不行啊！还不能这么回答。他，你不要听他们欺负你。我们就只有最基本的规矩，就是来这说先做三天饭。然后打扫三天卫生，嗯，对，然后其他都没有什么，你别听他们瞎说。这么严格啊？来，先吃吧。速度，速度水饺，这算不算干片汤事儿？说片汤当然算了。嗯，谢谢。嗯。就是我们不是都介绍完名字了吗？然后你的职业，职业，市场的策划，不是，运营商，可以，差不多接近。咱们不是一下猜不出来就猜老板吗？对，老板，老板。我不是老板，所以是什么？我做地产运营，商业地产。商业地产。然后另一方面也做一些金融投资。我现在北京。哦，我们又多了一个。又多了一个北京的朋友。你哪个区的？朝阳。哦。回头把椅子变过来吧，就是，要不然老向老板开会。变成有点像情。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哈，已经过半了。没有，小屋的入住时间已经过半了。嗯，明白。